small percentage of people that watch my videos are actually subscribed. So if you end up liking this video, consider subscribing. It's free, and you can always change your mind. Enjoy the video.自由创造从一个方块开始。公元2017年4月7日，从水立方变身草方块的那一刻起，风靡全球的沙盒游戏《我的世界》正式开启了中国之旅。作为正式来到中国的见面礼，《我的世界》决定对小伙伴们开放免费下载。官方正版都免费了，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提心吊胆的玩着盗版呢？除了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开心，中国版还带来了好多新功能。游戏版本多，组件不会装，服务器连不上。现在你只需要开始游戏，一键启动，让你从小白瞬间变高玩。我的世界中国版，绝不让历史存档成为历史，导入本地世界，我的世界一直在我身边。另外，小伙伴们再也不需要带着存档到处跑了，只要把存档丢上云端，想去哪玩都不是问题了。嗨，这么有缘，加个好友吧。中国版的好友系统能让你轻松加好友，一键把它拉到自己的世界中，我的世界从此成了我们的世界。如果小伙伴太多，局域网游戏人数有限，还可以来中国版上租个服务器，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人缘太好了。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我的世界中国版一直期待和你们一起冒险，我们会尽快与大家见面。探索无限创造，风靡全球的沙盒游戏《我的世界》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风风火火地与大家正式见面了。在小伙伴们的热情支持下，《我的世界》中国版上线至今也取得了十分傲人的成绩。在中国版的各个平台上，已经超过6000万的冒险家在这里一起冒险，这可相当于整个意大利人口那么多了呢。其中在 iOS 平台上上线48小时，即斩获了 App Store 中 iPhone 和 iPad 免费下载总量的双榜第一，而安卓平台上线2天内更是迎来了1000万的新冒险家。得到冒险家们如此热烈的厚爱，我们在小小的骄傲的同时，自然不能辜负冒险家们的期望。我的世界中国版也一直在努力更新，希望为冒险家们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在近期《我的世界》中国版 PC 版的更新中，玩家在租赁的服务器上可以上传本地的插件，并可以进行自定义插件编辑，让小伙伴在自己的服务器玩到更丰富的玩法。爱玩直播的主播们，现在也可以直接邀请玩家一起来到正在直播的服务器玩耍，跟主播一起玩的幸福就是来的那么突然。而在可以随时随地玩耍的《我的世界》手游上，随着春节大更新，也迎来了全新的界面设计与新版的社区。同时，游戏版本也更新到了冒险家期待已久的基岩版 1.2.5， 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也变得更加简单。不仅最近一起玩过的玩家可以一目了然，还可以把游戏分享到其他 APP， 或者直接让身边的好友扫码加入房间。我们的世界就要一起玩。
感谢冒险家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期待在未来的日子，我的世界中国版能一直陪伴着大家。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玩的游戏体验，让冒险家们爱上这里，玩出属于我们的我的世界。This world shall know pain. Almighty push. I got broads in the lungs. Did the beam of flame. Pretty cards in the stumps.